今天带小婉到云林斗六儿童乐园，玩。儿童乐园在前面入口处。哦，刚刚有下一点雨，不然说真的还蛮热的。搭电梯。前往一楼。乐园区。乐园。还在睡啊？电梯下来的时候也是个卖场，所以现在乐园要从这个通道过去。哇，乐园！不过刚刚下过雨，草地有点湿湿的。售票。鹅，天鹅。游乐区的售票亭，这个是旋转木，旋转天鹅。这个有小小溜草地溜滑梯，小火车。要玩小火车吗？小婉要坐小火车了耶，那跟妈妈一起坐哦。出发，布布。小婉，布布。妈妈背你走。布布，自己骑小，自己开小火车，挥手。这小火车限重75公斤，妈妈勉强还可以坐上去，挥手，拍拍。小婉挑战一个人坐耶，布布，真的挑战一个人自己坐，勇敢。哇，一整个很镇定。你长大了，哈哈哈哈。来了，布布，小婉，布布，你好认真的表情啊。你好可爱啊。前方还有越野车的游乐设施。这是鹅吃的菜园。种鹅吃的菜，这叫鹅。对啊，鹅，以前在书本，孩子在书本可以看，现在到户外看真正的鹅。有没有看到泡泡啊？跟妈妈自拍，很适合来这里玩的乐园。这是小朋友捞鱼的乐设施。哇，魔法旋转乐，好清凉啊，清凉啊！这还有青齿射箭游乐设施。小婉想试着做旋转天鹅，等一下我们就看一看吧。哇，小婉你勇敢了耶，第一次想要尝试上去做，加油！开始了，小婉挥手，不行，你还是抓好好了。来喽，耶！笑笑，笑眯眯，嘿嘿。小婉来了，就跟爸爸挥手，耶！长大了，四个月还不敢坐耶。哇，玩泡泡，哇，好多泡泡，耶！哇，小婉吃一点冰淇淋啊，外面热热，对不对？这口味喜不喜欢？呀，一个是香草，一个是棉花糖。哇，慢慢吃啊，好吃。还有鱼的冰淇淋。好吃。这里有一些动物造型的饮料，冰淇淋，棉花糖的好吃，对不对呀？妈妈，找妈妈，带孩子来这边玩溜一溜。以上分享到此啦，拜拜。